这个时代，在你们中间，要成就这个事实，成就这个事实，每个人都活出神的话来，都能实行出真理来，用心来爱神。人都以神的话做根基，以神的话做实际，都有敬畏神的心。借着人实行神的话，与神同掌王权，神成全的就是这个工作。神用话来控制人，你吃喝神的话就觉得好，不吃喝神的话就没路可行。神的话成为人的范式，成为人的动力量。经历提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。今天神就要做成这个工作，他要把这个事实成全在你们这些人身上。在这个时代，神主要用话语来控制一切，来控制一切。人借着神的话语被审判，被成全，最终被神的话语带入国度之中。神的话才能给人光明，给人实行的路，给人实行的路，尤其在国度时代，国度时代，只要你不离开神话的世界，天吃喝神的话，神就能成全你。天天吃喝神的话，神就能成全你。